你在做梦，你也要想办法。拎着两个包包，一个人到日本去了。对手越强，你就会把你自己训得越强。痛到心都痛。反正每一场球都想到你。中华少年棒球队在棒球发祥地的美国赢得了世界冠军。 1906年以前，中华民国台湾省还没有人玩棒球。1945年，台湾光复，全省还不到几个球队。1968年，一支来自台湾山地的儿童红叶棒球队，击败了世界少棒冠军日本关西队，儿童棒球运动一下子在台湾蓬勃起来了。1969年。 台湾金龙少棒队获得了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。1971年，台南巨人队再度获得美国世界少棒冠军。孩子们忘我的喊叫，为自己的球队助威，欢乐的气氛往往会持续几个星期。 1948年，台湾实施6年义务教育，后来又延长到9年。升学的压力解除了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游玩运动。棒球被台湾的孩子们选中，成为学校中最热门、最吸引人的一种运动。 年6月是台湾少年棒球的热季，要选拔参加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代表队。从乡村到都市，每个小学都浸在一片棒球热中。最后的代表队往往要经过15、16场的比赛才能当选。从中华民国少年棒球队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。 棒球运动的发展也随着孩子的年龄发展为青少棒、青棒，甚至成人棒球队。说来非常有趣，台湾学生的棒球运动是从非常偏僻的小山村红叶村发展出来的。当时的红叶少年棒球队利用竹棒和石头练习打棒球。 居然在台北举行的比赛中，击败了当时世界少棒冠军日本关西队。受了红叶棒球队的鼓励，台湾的孩子们开始热衷棒球。乡村中的孩子利用收割后的稻田做棒球场，练习打棒球。他们的观众往往就是水牛，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家长。 找不到头盔，全用竹篓子代替。很多孩子常在放学回家的途中，随便选一亩稻田就展开即兴的比赛，这已成了今天台湾乡村的一个新的景色。在都市里，当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孩子们只有利用自己学校的操场。 公园中的草地练习打球。他们虽然也和乡间学生一样喜爱棒球运动，由于练习的机会不多，往往不是乡村学校球队的敌手。过去8次世界棒球代表队中，有极大部分都是来自台北市以外的外县市球队。 现在台湾的学生棒球队已经不同当年，他们有专任的教练教导他们打球，学生也买得起棒球手套，也有时间，只要他们愿意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球，或者做一场非正式的比赛。 据统计，台湾目前学校棒球队为数总在600队以上，爱好棒球的观众超过200万人，这实在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。报告，快，拜拜。新的练球设备也开始启用。 这是华兴中学新购的棒球投球机，像这样的投球机，很多注重棒球的学校都有购置。棒球选拔赛逐渐进入了高潮，一区一区的，一线一线的竞争，不仅学校或学生关心。 家长和参加选拔学校队伍的当地民众也常会组织自愿的啦啦队，在学校场边为自己的子弟加油。除了传统性的迎神赛会，棒球赛已成为台湾乡村最吸引人的一种活动。 选拔赛到了最后的阶段，往往会引来成千上万的成人观众观赏孩子们打球。曾经有一次，美和和华兴这两支南北最强的青少棒球队争夺代表权，引来了3万以上的观众。台湾的棒球观众似乎特别偏爱学生棒球比赛，成人棒球比赛反而被冷落了。 一个观众说得好：“看孩子们打球，除了看场球赛之外，也是一件乐事。因为看到孩子们认真比赛或充满机智活力的表现，实在是件愉快的事。”有些外国职业球队，像辛辛那提红人队的球探，也闻风从国外赶来。 看看能不能在这些孩子中间发掘另一个 Baby Rose 或者王贞治。从一支山地小孩所组成的红叶儿童棒球队，到中华民国的少棒、青少棒、青棒，接二连三地获得世界冠军。台湾的学生棒球运动有点像奇迹，但看看这些观众的热情。 这些设备完善的夜间球场，您就可以理解，何以一个仅有1700万人口的国家所组成的学生棒球，能够经常打败美国、日本这些人口众多国家的学生棒球队。因为台湾的成人实在太喜爱他们的学生棒球队，他们不仅以他们为傲，也愿意竭尽所能的来鼓励和培养他们。 棒球已成了家长和他们孩子之间一条最宽敞、交流最频繁的桥梁。